它略微一点点的香被衬。利率接心这中间有个中心点，就是让我们去对它，这样小篆的对称性会比较强。让这草字头的六个距离让它类似，就是写的时候稍微去注意就可以了，没有很难。我用我的小指头在纸张的这边撑着，叫你拉直线的时候也会稍微稳定。嗯。有一个缺点就是我，就是让我们不用想要用，这个时候就会变黑的。什么变黑的？就是我假如。你的手会变黑的。好，换你们。